何宇文的约会习惯竟让曾肇志很有意见。我以前看过一电影叫什么女人香，他就说人的味道什么的，那一阵子我就很迷恋，就是说如果跟我约会男生他身上有某种味道，我会想要跟他要一件他的衣服。馊水是我是在跟猪约会吗？奇怪了，不能馊水的不能约会吗？